今天做酸菜鱼，主要材料就是这个，泰利皮亚，这个好像翻译成罗非鱼或者是非洲鲫鱼，这是已经片好的，在 Costco 买的。另外就是一袋酸菜，我们先来清理鱼。把它划开，然后把它切片成这样的薄片。切好以后，拿这个水漂洗两面就可以了。挤干水分。
撒上葱花，再撒上这个辣椒和花椒。